你瞅这个损色，你瞅瞅。你干啥呢？啥意思呀？拿出来吧。我说的是这个吗？这啥意思呀？啊，上班时间打麻将了？学会出老千了你？往兜里揣。喂，那我手是不是手掉地上了？掉地上了不放机器里边，你往兜里揣呀？忘哪屋里了是不？没事，我一会儿就找找呗，就这几个屋没能找着。你找吧。刚才搁门口干啥了？我招前台那个单呢？那我没事出来，我溜达溜达，坐累了。我他妈眼瞅我单来了。编，你接着编，你还想让我好不？这不挺好的吗？你说你实习证明也拿到手了，你还来糊我干啥？你回家撅了就行不？干挺好吗？拿好，吃挺好，睡挺好，玩挺好，一个月他妈胖5斤，你来这养老的啊？没来减呗。嘿，吃你给我放！我说是这事儿吗？我跟你说话呢，你说啥呢？麻将哪回来着？你明儿不用来了啊、哦。